人死了之后呢，或者要离流的时候，在我们那个佛法的教导有几样东西是会着重的。着重什么呢？一是呢就随从。随从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看看你的善业重啊定是恶业重，来决定呢你去哪里的。如果你说、啊、我都不信轮回的，对不住，你信不信轮回都好，在我们的教导里面呢，轮回本来就是出现的。你是信他啊，或者你不是那个信仰都好呢，他都是会轮回的啦。那你就会看回到有些人他没有宗教信仰的，但是在世为人的时候呢，他有行十善的，他十善做足的，不是因为个宗教信仰教导他要做十善，而是他本来就有这个善根，他去行十善的。有些人虽然他是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是他有善根，因此呢他有行十善的，他行十善的话好了，他的善业就重。当他要离世的时候，哪样东西决定他是要去天国度做天人呢，还是是即刻轮回返返嚟做人呢，去到一住好人家呢，就是他这个的善业啦。咁有啲人呢他是冇宗教信仰嘅，但是呢十恶呢他是做足嘅。咁所以亦都唔使讲㗎啦。咁呢啲人呢就一定会去唔好嘅地方㗎啦。我哋叫三恶道。三恶道即係可能是去地狱啦，可能是喺鬼道道啦，亦都系可能呢去做畜生啦。咁所以呢个随从嘅意思就係话，一系就随佢嘅善业或者是恶业，看看边样嘢重。好啦，呢个是当中一样。咁第二样嘢是咩呢？就随佢当时嘅念力啦。如果佢冇宗教嘅信仰嘅，咁呢啲人呢，如果佢走嘅时候，佢个念力呢仲系抱住一个感恩嘅心。譬如话啊，真系成日麻烦呢度啲姑娘啊，麻烦呢度啲医护人员啊，真系好感恩啊，佢哋照顾得我好好啊。佢抱住一个感恩心，呢个感恩嘅念力呢都可以让佢投生去好嘅地方。但係如果有人当下嘅念力呢係嬲呢个怨嗰、那个，咁呢佢比较容易去到唔好嘅地方。咁呢个就睇个念力。当然啦，如果佢当下嘅念力呢係有信仰嘅话，佢个念力係可以不断系喺佛号当中呢，咁比较有把握佢会投生去好嘅地方囉。讲到随念呢，佛陀同我哋讲，人如果死嘅时候，你嗰个随念啊、随重啊，或者系随习啦、啊，习气嗰个习，边样重？当下你个念头系咩嘢？或者当下你个习气系咩？你个习气你可以讲白啲，你个习惯系咩？原来嗰个念力或者你当下嗰个习气，那个念头萦绕住啲乜嘢嘢，主导咗我哋咧要去投生好嘅地方啊，定系唔好嘅地方，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嘅。咁所以，既然系有宗教信仰嘅，又今日听到知道哇，原来人嘅离流之际，我哋嘅念力啊，或者平时生前所做嘅一切咧，系有关系嘅。咁因此咧，自己趁而家好人好者咧，生前自己咧十善咧就要做足啦，唔好咧等到临起先至嚟讲话要跟佢个念力啊，还是搵人助念啊，唔好讲嗰啲啦，都系睇返自己平时呢嗰、那个身口意嘅行为呢嚟得稳阵啲囉。